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和刘晓光老师在这里一起为大家讲解棋局。那么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盘棋呢是2015年精力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0轮的一盘主将之战。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珠海万山队的柯洁九段和苏泊尔杭州队的连笑七段。这两位呢都是年轻棋手当中的佼佼者啊。刘老师，这两位选手对，都很厉害吧？是，我们选的这盘棋呢，因为都是他们排名等级分呢，一个是第二名，柯洁是前二，第二名，他们连笑呢第四，那么代表着我们现今的最高水平了，没所错。以他们又是主将赛的一盘棋，所以给他们介绍啊，这盘棋也是，应该说是一个现今年轻人最比较激烈的一盘棋吧啊。而且他们两位棋手呢，都是比较喜欢战斗的那种棋风啊，所以说这下起来会比较好看，这棋对，啊。我们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好好，吧？哎，这连笑是执黑先行啊，对，今天柯洁拿白棋，是，这个是一般主将都是执白，现在都是这样。我是正好是他这个教练呢，在这个珠海队，现场观战啊。现在连笑黑棋小目。这个柯洁星位，那么黑棋下了这个，对，对，然后白白棋棋下的这小儿，目，小目，黑棋收手脚，脚，这是正常。这个最近下黑棋下这个估值呢还很多啊，挂角，然后黑棋就脱退是吗？在这儿，对，这个对非常正常的。这最近柯洁下这个挺多的，我这下的挺多的。先把实地占了，不两是，个就角。这个丁是下的最近比较流行一点，是这样。年轻人最近这个比较多。最后现在碰这白棋现在个，在这儿这个靠。碰呢最近出现的比较多一点，以前那个拖二路的居多，现在这个碰在这个三路的居多。这个是一种去向，好坏优劣很难说。对，先现在试一试黑棋怎看么看他应，怎么应应啊。对。假如说黑棋，他往上长一的对，话，刘老师，以前有过这个，长一个呢，它拆在这个地方，白棋就拆在这儿，拆在这儿，对对，这个有过下过，你说呢？那个两个便宜嘛，优劣也难说，有难说，以后立下来可能官子好啊，白这棋个以都很后难，二路立，很难讲，是这样，那么他们现在呢，没有那么下，他是直接碰了之后啊。他是走的这个靠是，哎，靠了上黑面的棋上扳，扳在对，这儿，然后长一个，长，对，立下来。这个以前呢，觉得这样靠啊并不便宜，觉得啊，但现在他为争先手，你现在呢，他就走在这里，白棋走在这里，拆一以个，前拆三，现在拆二，拆三呢，以后什么点进去有一个碰啊，打劫啊，打弱，这现在拆二呢。过来，那个变成一个拆三的一个局部，我们看，当然也有它的道理，这样呢就是效率高，然后挂角，对，黑棋他脱黑先棋了，在这儿高高挂，挂，好。那么这都是走了一个比较细棋的一种布阵，对，很普没有什通，么看激起烈的来，战斗，对。这个最近下这种小目这么居多，贴七目半下这个以前那个年代下的多，现在下的应该是都星位那种韩国流下的比较多，现在突然又对这个布阵呢，他们比较感兴趣，最近下的比较多，也是一阵一阵的啊，对，拖，拖一个，对，黑那棋么顶，黑棋走这个丁士，而不是走这个丁士啊，然后白棋长，对。长一个，是，在这儿，这个是走细棋的一种下法，对。走细棋，黑棋就打了一下，他也打，没有在这儿下一个大雪崩出雪崩那么走下来之后，那基本上半盘棋算走完了，那差不多就开始走官子了。那样的话对白棋有利，因为白棋这个贴七目半，现在黑棋不是说你要没有战斗的话，比较难，就是说黑棋的前半盘得下得积极一点，积或极一者点说多，不对，能按部就班的这打定式，因应为定式一般都两该分多嘛。数是这么想，会到最后官子爬，一到进入官子会有压力。
黑棋就打吃了一下，对，打吃一下，它粘上，接上，对，它虎一个，虎一个也普普通通，嗯，这个也比较普通，对，也有直接拆的，它打入的也有，这个当然也应该是可以。是。那么既然这么走，连下这么走，白棋分头下一步也是必然的，对对，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吧？这现在两边都有拆，这边也有拆二，这边也有拆二，对，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下法，黑棋呢从这边逼过来，那一般这个一般是要，因为你走这面的话，如果从这面逼不太好，如果你要是从这面逼，为什么不好呢？假如说黑棋从这儿逼，对，他拆二之后呢，关键是下一步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点，他这个地方很麻烦，如果你这有个点，点是吧？对，将来你这个一粘上它能过，你说一粘上。他得尖一个挡住，他搬过，虎过了。所以这个拆，这个就不是说一步能走干净。对。所以这个拆有点别扭，所以要从那边逼过来。下一步一拆完，还留有一个这样的度过，他觉得这个拆总是不舒服。没错。啊。而且这个拆呢，你别看它小了一路啊，就这个棋形好像比大飞看起来小了一路，但实际上这个棋形是有弱点的。有弱点。相比于大飞来说，大飞还没有那么明显。对，要再过一路就这个就不存在了，不存在，就没那么明显了。嗯。所以说呢，他是，所以要从那边走，从上面拆过来，对对对对，不能从底下走，这儿不对，这是柯洁的棋，他是你看他排名第二，现在战绩不错啊。对，他是为什么一定有道理？他力量比较强。是的，是的。年轻，这个力量下的棋比较紧。嗯。像这个棋有就能够代表啊，他马上拐一个，下面呢他是拐的，对，白棋拐一个，这个拐一个呢，你看这个拆三的位置就比较好。是的，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他这个地方算比较满意。嗯，因为它效率比较高。对。黑棋呢是很厚，很厚，那面比较厚。但是呢，你的子力啊，要说它多一手棋，就是说效率上白棋就不同，和那个单拆二是拆一手棋。因为这几手棋是白棋跟黑棋交换的。对对对。他靠一个，他搬，他长，他立，一人走了一个，他没有花手术在这里。对对对。那等于说他先手走了一个拆。对啊，就没花手术啊，和刚和那个单拆二和这个是拆手棋的，对，这合适了。所以呢，这样的它是一个效率高。嗯、他走了这个之后呢，然后你既然这么很厚了，是、嗯、这个是铁的木啊，对。但是呢，你越是厚呢，从棋理上说，越厚它越要压迫你啊，所以他下一步走的是靠压，上靠。对对对，这个很强。这下得够狠的，你想我这儿都已经拐着一下了，这儿还要再欺负你一下。哎，对，这个就是让你再回去。后上再来，靠压是最符合棋理的。让黑棋后上。如果薄的，反而不要随便靠压。对，这是棋理。后上呢，我们就说让你后就后了，嗯、防家楼。啊，没关系，你后就好了。这个让你再来压实你就没事儿了。对，这个靠一个呢，这个让黑棋来看怎么硬。黑棋愤然反击了，他不能再在这儿硬，他觉得太委屈了。对，你再退一个，那就被他又便宜了。是啊，这退或者搬，可能人家就顶你一下。对他这样靠一个让你反击呢，他是借力，他是这么想的。是借力。所以黑棋要反击了，反击借力，对，打这个就是说，你既然都这样了，我一般是要，反击，对，然后打黑棋打吃，对，长一个，爬过，但是这个爬一个呢，嗯，虽然这反击这两个子不能跑了，一跑的那个，但是这个爬一个黑棋啊，最强的是应该二路立下来。哦，是这样立。应该在你长的时候，长黑棋立下来，对。这够狠，这个比较好。这够狠，这样的话可能是最佳，因为你那面都很厚了。对，这个时候呢，应该用强了，这不怕用到最强，因为你这个以后吃呢是要压着吃。嗯，所以比那个爬在三路啊有利。对，这个利在这儿，而且对这边的压力要大得多。对，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嗯，这样呢，白棋就要动动脑筋了。对。嗯，这要怎么处理？这肯定不是不能说把这两个弃了，要跑这两个子，这绝对不能考虑。
这个要看这边怎么处理。这个最后联校是这也是这样的感想，他应该立下他应去，该立他觉下得，去，哎，他很后悔是爬的山路不是够，的，被这个不够柯紧是洁吧？想这样走，他说反击的不够有力，啊，还不够狠，还要再狠一点，这样，哎，这个时候立下来，白棋会麻烦一点，这对，个不你太要好想想下，办法，好，想想办法怎么腾挪的问题。现在实战呢，他们是另外一种，他打的。对，打了之后爬在山路，那么，哎，这实战，爬一个，他没有立下来对，这啊，样这走了之次，后呢，白棋就走点二路点，点一个，啊，黑棋啊，得粘接上，上，然对，后再小尖，这个挺好，这个呢，直接这面都不动，直接走最好，对，因为你白棋这个时候啊，不是黑棋这个时候，如果你来这样走。这样，黑如果棋压一你个，压一个，啊。硬着来，那么白棋搬，哎，白棋搬在上面，搬在三路是吧？压，然压后白棋搬，搬他搬怎么搬呢？反搬，搬，然后对，他连我搬退一吗？个，哦，就退一个，退一个就退一行个，对，退一个。了。哦，你如果再来是再吧？压，对，你如果再来压，这样我就搬在外面。我看啊，搬。如果是，这个很执着的，不让我们把这个子搬上去。他这样 黑棋压过来压，啊，白棋搬搬是在这吧？儿，啊，搬一个，对，他直接搬过来。他搬，他断，他断，如果断，那么，他外面是不是要打断他，还是怎么样？长一个，就长一个就长行点。了藏在这儿就可以，藏在这长儿。一个，这样的话，黑棋麻烦，因为这儿有断打出来。对。你如果补在上面，随便你补补一个一个吧，吧，他直接活了。就补在这哎，儿，哎，对，就一虎就活了。对，虎一个，这棋本来形，如果立在二路的话，他活不了，是吧？如果这个子在二路的话，他就没法一所手以活。这个差的有点所多，以这个就还差是，多了。你直接来硬着走的话，黑棋不行。就刚才这个子跟这儿跟这儿的差别所以啊。说这个棋呢，如果立的话，白棋不敢直接这么，黑棋就一路压过来，对，他就可以战斗。现在如果这样的话，是黑棋麻烦的局面。这个地方还有拐出来，这个地方首先你在这个地方就很麻烦，没错，这已经不太好出很头麻烦。对，了，啊，这很容易被照进去，对，上这来，样是黑棋不好，所以这个棋呢，在他走在这儿，他不怕你黑棋直接压过来，啊，他压住，觉得黑棋这二子头被扳你住这了，个不行，不好，不能那个，这样是白棋好下，对，因为就那一步稍微缓了一点点，就差那一下，这样呢，白棋这么直接走了之后，黑棋没有办法，直接硬来还不行。黑棋只能粘上，有点，对，粘上。本来你要立在那儿，白棋这么下，可能还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他这底下活不了就不一样了，是吧？有可能你可能得直接压出来之后，然后再走这个。我估计是这样。是，现在就不同，现在是他直接走的时候，你只能粘上，白棋飞，飞出来。对。在这儿，这样的话，从形状上来说，这个白棋还可以。对，白棋这个形状，你看，直接在你这个腹地打出来了，损失呢只是这个，因为你本来很厚，这两个给你吃呢，损失有限。它能飞到这个形状还可以，关键是拽着你这一块，你也得跟着走，你还这块有可能受攻。对，下成这样之下后成呢，这样，黑棋小尖在这这儿，个尖一个，普通是飞在这儿，对不？他但怎么，是尖一个，他尖。为什么不飞呢？我就很奇怪。他这个地方啊，他已经心情不太好。这个时候我在旁边看，他们那个就是联校连连长考，这个时候心情已经搞坏了。他这肯个定地是方学让的白下棋的不走，舒服，怎么用力都用不上。对，他觉得，后来我又问他，他觉得是不太对，感觉这个地方形状不对。被他一走啊，我即使这么飞走啊，觉得这个已经觉得不舒服了。是的，想找点别的下法，
想下得更紧一点，更紧一点，找一些这个能够有别的契机，想看看能不能扭转，他走的一个这个，他说当时这个状态不对，跟这个柯洁状态不对，现在这个煎一个，那么白棋长一个，白棋长，那么再贴，你要又贴一下，这感觉就下的。跟着人家贴在后面，人家头长在你前面，这总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个地方呢，你如果比如说，如果点一个，他如果点在这儿，那么白棋就贴一个，因为你要往下走的话，他说我这一冲，这白棋冲的话，你这个得挡，对吧？挡不就搬过黑棋挡，黑挡，白棋就搬过，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对啊，打不下来，是的，打不下来，你搬也搬不下来。打完没有用，打完那就提了，所以这样的话没有意义，黑棋捞不着东西，所以这个地方他想了，觉得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实战走这个啊，白棋长的，对，白棋贴，对对对，白棋又长，是搬那个也没意义，是吧？对，是的。这个地方比较困惑，他下的有点别扭了。有点别扭，这个比较困扰。对，他下这个属于常考状态，这个我在旁边也看着，这个发现是连校频频在常考，这个时候找不着方向，不知道应该接下来。这两个点都走着没意思，如果搬他就反搬也没意义。对，嗯，结果他实战下了一个二路点。这个点呢也是想找方向，是他什么意思呢？点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挡这个，如果白棋挡这个挡住，他会点在这儿。他现在就点吗？点，现在就点。哦，现在点呢，就是说你白棋看看你走什么。你如果星位冲，他往下冲，他这样冲的话，他就这样冲。冲对对对对，这样白棋有点麻烦。对对，这样白棋就有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对。你大概这个时候点呢，就先二路点完之后再点一个，比刚单点就不同了。对对。所以他是这么想的。嗯。点完之后再一点呢，你白棋可能反击不成，只能三路粘上。哦，就这样。对，不能冲了，只能三路粘。白棋大概只能粘上。只能粘上。啊、在这对。那这儿就有个冲断了。这以后保留个冲断和刚才就不同了。对。这就黑棋就有棋下了。那么我转手再走这边，随时我冲断。没错，而且这冲断不是先手吗？白棋得在底下做活。对对对。嗯，赶紧。那么，所以黑棋那个点呢，也是不错的一招棋。是，考验一下白棋，看看怎么办。上面两个都不行。嗯。那个点，这个所以连校这也是有水平的，等级分排第四名啊。对。这个也有相当水平的，他想的二路点比那个。就普通的上面两个点呢都好，比扳呢比点都好。对，这个如果说白棋硬的不好的话，可能一下子就有问题，对，有点难受了。那么对柯洁也是个考验，他点，柯洁下的特别狠，他挤在这儿，这不太容易想到。对，他就是看到你那个，你一压他一点，他不舒服，是的。他说干脆我挤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刘老师他现在再点一个呢？现在点呢？现在点他就算冲过来的话，您就冲过来，冲过来你也是，对，你如果断他断掉，对，要拐一个，那么这个也胜不了，这先拐过来，这一点他也要也要麻烦了，先把黑棋给罩住，对，黑棋就出问题了吧？对，黑棋气特别紧，主要是气就不对了啊，这个黑棋这样跟白棋对杀，杀不过白棋，你可能只能粘上，他拐一床上去，粘上然后拐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黑棋，黑棋气特别紧，因为如果挤过的话，被人家一扑，那几乎就没气了，也完了啊。所以这底下怎么都不行，不可以。反正现在这个这样的话是黑棋麻烦，这黑棋不能这么下，所以这个来不及啊，来不及，所以就他不能这样下，不能直接，不能断，对，所以。这个那个地方暂时他就是因为你点在那儿，他直接挤在这儿呢，他就是逼迫你赶快的处理这个形状，这是要命的，这一点就要命了。
对，白棋如果放在这儿就要命了，黑棋，所以这个没办法，是要黑棋飞出来，飞出来，飞出来是必然要、嗯、要走的，是吧？对，飞这个要抢的，嗯嗯，白棋呢特别紧一下的，他就拐住你，拐一个，他就是这两个是棋筋，是的，这个这一靠就中间是白黑棋那两颗就有危险了。对，接下来就靠在这儿就行了。如果你黑棋补呢，它让你难受。你这两个怎么走呢？它如果顶住怎么样呢？如果顶住，嗯，假如说这儿，如果这儿啊，顶住，首先是这一个冲，它也难受。这个也是它，它一团是吧？团它也团可能还不想团也可能，先不走。啊，嗯，他就如果走这个，那么这个棋是先冲一下吧，冲一下，黑棋只能挡住，挡住，你可能是挡住，对，那么然后再团一下，再脚吃一下，对，气特别紧，黑棋感觉，他也可能。直接就补在这儿吧，补一个也挺大的，这儿补一个也可以啊，或者是在这儿跳一个，嗯啊，对，就好像觉得这个黑棋这整块棋的现在只有一只眼，你没有第二只眼，对，这爬脚上也没有眼，只能一个人很孤单的往外跑。这个补这个之前跳在这儿可能更狠哦，嗯，白棋跳这儿，放在这儿，放在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啊、哦，这个地方更狠。对，打吃完了跳，这个你断还来不及。是。这个就让黑棋也难受。嗯嗯。这黑棋很不舒服，下对，整块棋只剩下一只眼，很仓皇的往外逃窜，只能是。不能这么想。嗯嗯，可能。嗯。所以这个拐一个。所以现在白棋拐一个，让就是黑棋这个有点不舒服，对吧？啊、嗯。看你怎么补，他就是在让你，等于是来适应手，是考验你，你怎么给我补一个？要不你不补，被人一靠，这棋筋要掉。要掉，所以你让你来走棋。嗯，是的。黑棋呢，小尖了一个，在这儿。小尖一个，然后小尖、嗯、对，小尖是一个，应该是正形。对对，白棋就拖断它了，在这儿拖这个对扳，然后给它断了。断一个，这下的够狠的。这比较狠。对，是的。这个拖断呢，就是说他不怕你打下来。嗯，如果打下来啊，我们试试。如果现在黑棋打下来，可以打下来，打，打他长，嗯，立下来，哎、长，后退，哎，如果你黑棋打，他长，长立一个，嗯、他立，你只有长下来啊，然后黑棋跟着走，是吧？嗯，哎。对，长，然后再挡下来，挡下来，对。那么往上冲一个，拐冲。对，这个现在黑棋有点麻烦，你大概只能挡住，只能挡住。嗯，只能挡、哦、挡住呢，他就打就能够打穿，他就因为有个冲，对，打穿。然后打。打的打，在这个的，对，对，粘上。先上，然后再拐打。拐打是吧？拐打，这个。白棋拐打这个。二路拐打。拐打这样呢，就是说，比较黑棋也很麻烦。对，嗯，就是拐打在二路。二路反在啊、嗯哦。好，这个所以它不可以，这个黑棋这样走不行。对，嗯，那么那怎么办呢？黑棋、嗯。所以这个被白棋扭断的时候，现在其实黑棋挺难办的。对。啊，那么接下来它究竟应该怎么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啊，一会儿回来继续。给大家讲解。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2015年精力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第十轮主将战，由柯洁对阵联校的对局。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拖断了这棋啊，是的。那、嗯、黑棋怎么办？我打下去，因为有个冲也不好办。对，是的。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地方不好走了，那么通常是不好走，先放一放，他是走那面。他小尖这个。他小尖一个，这个尖一个也是要考验一下白棋。没错，看看你会不会护这个断。他是怎么想？
但是这个棋呢，柯洁就不服输，愣是给走长这个了。这个我觉得这个长也挺狠的，其实这个地方啊也是主战场，对啊，可以考虑啊，那个不要走。嗯，我觉得是直接是。那您就准备这样吗？我觉得应该不假要如说走，他小他尖，叫尖，我就觉得应该打一个，你大概要粘上，接上，然后我就贴一个，哦，这个挺强的，你嗯，得走，你如果往这边我吃我两个是吧？对，我尝一吃个，了，那么我这儿打你两个，你粘上两个，我把这个吃，这三个就吃了。没错，你打吃我粘上，把这中间三个吃掉，而且那下面还要收气，这个白棋就挺好。这个比那个大，优势很大，而且这个真的大。接下来黑棋马上得补棋，不然白棋一团，一挤就麻烦就了。全死了。哎，对对对对，他所以要黑棋走得棋，走一个，大概得在这儿对断对一下对，吧。这样走的话，他也都他很多线，他白棋在这个地方走一个，对吧？那这白棋大局太白好棋应该这么了。下，对。这样就是挺好的。那个弃掉就弃掉了，那本来。你那个本来你就很厚，那个吃两个，吃那个不如这面大，对，所以我看白棋这样下不错，他们后来也是这么想，也是这么也觉说，得这个图比这较样好，好是这样吧？比较好，这个我也问，探讨过啊，这个棋呢，它柯洁是直接就长了一个，拐出来了，拐出来他了，下得够强硬的。太他说强这个太强，断你来吧，没关系，对，你这个。断了的话我就转到那边就去想他是逼迫你这么打出来，你那个反正他说你顺不下来，他要逼迫你这，但是这个对，地方就开始作战了。那么黑棋长一在个，这儿，长一个，是的。这个长出来，那大家作战，看看谁强了。白棋长一个，对，反正他，他就一直强调，他说你这个吃不下吃来，不下，吃下我就往上冲我过去。冲对对贴对过对来了，对对对，是的，那么现在。走成这样呢？对，黑棋挤了，这个挤当然本身是一个好的形状，对，好的形状，是。他挤过呢，就准备，挤完了之后，如果说白棋粘上，他是打算就断掉吗？刘老师？哦，这个棋现在哈，现在有可能，哟，现在打吃走走，有可能断掉，它有可能断掉，有可能断掉。对，有可能，现在是有可能。现在你就是说，你最狠的是打了这个什么？白棋打这个，最他又狠的拐这个，打，对对对对，你打了提掉，提掉，对然吧？后黑棋急打，哎，是吧？对，这样，你吃那个，这就吃这个。白棋吃这个，对，我再提，再提这个，对你把那个提了，我把这个打了，那就就形成转换，行等于了。说。我提这两个，你提那个，然后我把这个打了，因为我这儿都提干净了。那黑棋还不错，因那为当然黑棋好，他本来是打不掉这个哎，对棋对的，对对现在对，等于对对，说把这个那这棋给个是吃黑了。棋最希望走成这样，所以说不能粘，对，不能粘，白棋先急打了一急下，打一个，现在。这柯洁急打是吧？他是在这儿，对，打这但是打这个，急打一个，对，黑棋急，白棋打，对对对对，黑棋粘上。这个棋精不能被提掉，这对，提掉的话，这外即面使两个子死都也废要了。粘上，因为死了之后，它是还有利用打这个都没关系。是的，然后现在白棋断，断这个，对，断这个呢，这柯洁断这个，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全局的关键，因为这个胜负就都在这儿了。他我估计是什么想啊？这个如果黑棋走这个，打吃，打吃走急这个，打，急打，要急打，白急棋打，急打对。是吧？然后黑棋提提，掉，你如果提，如果提急打，他提，对吧？他粘上，然后白棋就粘上，白棋粘上，黑棋再粘这个，黑棋粘上，粘这个，粘这个，对。粘这个呢？但是他这个棋砰再打一下，你还得粘，再来一下，再打一下，你还得粘那个。对，粘那个，他再一打，你就等于是打了一个饼了，就全粘成一团粘了，成一团了。粘成一团之后呢，这个棋呢，粘完粘在那儿呢，他也粘上了，然后再这个棋白棋再把这个挡住，挡住，
啊，然后他这个棋呢，你要打这个，你要他可以打这个，你断那个来不及，这又走这个，嗯，是吧？对，断这个，比如的不走在这里，嗯，这这个颗是黑子，黑子，他对粘对上对，了，白棋对，挡那个，白棋那挡在这儿，么你打在外面，他就一路兜过去，对，他一路能兜过去，最先多手，也就先打一下这个。哎，打完了我就粘，你打这个，我一路兜过去之后呢，他再还可以跳过去。对，这样是白棋好，白棋作战呢，这个比较有利。哎，你打我粘，你打这个，我一路两 个滚一打一路下，滚打然后把先这个手，跳然出后来。再跳在这里，对，是的，那样是白棋比较理想，因对，为很那个满都意，吃掉了，是的，都是吃的，掉了。哎，这是白棋外面呢还搞不清楚。嗯，嗯，哎，那是白棋优势的下法。对，这样黑棋不行，黑这棋不全行。部吃光了，对对这对。连边带角全部对都对度对，过了，而且，这个嗯。是，所以呢，柯洁以为会下成那样，连笑呢，可能也是觉得会下成那样，嗯，但实际上啊，这个棋啊，是误算了，出现误算嗯，啊。我们看啊，现在黑棋走的是这个，黑棋，假如说他打吃那吗？加打吃，假对，如说打吃，黑打吃。如果你白棋走这白个，棋急打，这个棋等等，啊，就在这个时候。黑棋有一个双打，在这儿。哦，是这样，这个棋，他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都没忽看略了，见。下完棋才注意到，这个是要命的，必须，这样是其实是白棋有问题，对呀、啊，白棋只能提你只掉啊。能提三个，对吧？只能提三那个，黑棋把这个提了，对呀、啊，黑棋把嗯，这个提了，你提那三个，我提了，这个是棋筋他通了全，通了。然后而这个且你主角要没是那个活，角，你的挡角，它活后手活，对他得赶紧做赶活，紧的做活，然后这还是人家断那着，还有断点，对，对，啊，这样的这话是是这黑儿，棋好。对，如果走成这样，全局是黑棋很好。那还真是不容易看到，我也没有注意你到也没这注一意看，我们职业的这么大职业高手都看不都没注意到，是吧？是因为人家急打的时候，这三个子就概念当中是不能被不提能掉提的，啊，总以以为是为这样的。总是只能提掉，但对，没想到可以恰吃这个。这个是真的是，这个都说以为一眼见，觉得是没有这个角，对，都没这样注意，下不行都没哈，注意觉这得个。确这实。个棋呢，是其实是在，这是下完之后，嗯，双方可能他们都明白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连笑也没注嗯，意，以为你柯洁这么走呢。就能够成立的，对，结果呢，他这个时候也没注意到那个棋，他实战是走的是，他单击打的，对，嗯，黑棋击打这击打这个他怕你啊，当时那个他等于担心你刚才那个图，实际上他都没注意到这个嗯，是一个胜负关键，没错。如此如果又被黑棋刚才打通的话，黑棋明显优势，啊而现在就不同了。嗯，现在，然后该白棋走，白棋这个抓紧白棋时粘机走上，在这儿，是的，这个时候跟那个有区别了，嗯，和那个刚才是明显区别。如对，果你粘上，如果黑棋粘如果上，黑现棋在，粘上，啊，白棋就粘这个了，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你再拐出来的话，那对人家就呀，补这个断点就行对了，呀，接你就他上，就粘没上也错，可以，对，啊，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差一只眼啊，这对跳呀，棋。这个刚才是提的。啊，那眼位不能，现在你是没有眼了，你只能猴着出来，对，猴着出来。你再搬的话，我就跟着跳出去，那搬底下两了个这子一就打完吃，你粘上我一跳，你还得粘上，了。对，那这两个没了，嗯，现在也没有了。现在你黑棋大概只能这样，那白棋跳这个，那这外面惨不忍睹，黑棋这两个不能要了。如果要的话，被白棋一飞，这个是要要注意死了。死，哦，是。所以说这个那一打差很多。这不行，啊，这这不个就能差这很样多。下，所以黑棋也不能这么下。黑棋这个这一嗯，打吃呢，白棋没办法了，那个嗯，不能粘，只能提这个了。只能把它提掉。对，这个棋呢是黑棋提这个，然后形成一个转换，白白棋棋搬那提个棋，这个。而这个提了之后啊，嗯，关键是什么？他这个都死了，全死光，全死了，这目数太那大角上那三了。颗死掉了，他这个角上不用补了。对呀、啊。这个差很多，和刚才那个你只是吃中间三个没有用，嗯，那个吃完三个等于是这个都不死，没错，哎，嗯，
这个就不一样。这现墨在水这吃个太棋多了，一下子变成白棋好了，对，明显的好优势。是，就是刚才这一下，对，黑棋没有拐打，没看到那个差很多，这个差很多。这个地方是一个胜负的一个分水岭。嗯，这关键，特别关键，而且只是在一个，一个就像职业棋手一个惯性的思维都没注意。一个反向思维，那个击打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啊，真的没有，就没有注意。这一下子就一下子逆转了。这样走呢，就是说，虽然这很厚，但是那个地方吃通太大。对，这连边带角全都是木，这里对那个太大啊，木太大了，木太大了。黑棋搬了一下，再搬一个，嗯，白棋挡住，然后挂角。这个挂角是吧？嗯。然后他是，因为这边厚了，都不要去小飞了。哎，你如果点三，都给你。这个一般是一间地夹，是这样呢。黑棋现在要给他那么劫财有利啊，他是要那个什么下点狠的，来点狠的，来一个这个，做了个劫出来，做个劫。嗯，那白棋提劫是吧？是的，提劫有劫先提了，嗯，是吧？提掉，哎，那么黑棋抬一个，那个是个劫财，明显的劫财。那么他再提过来，提回来是吧？对，这个黑棋呢就来这个，对，白棋挺狠的，像白棋来这个，他觉得你这劫，你待会儿你小心被我这样抓起来，这个有点狠，就抓劫财多，黑劫财多。是但是呢，白棋这个呢也是，也是比较好的下法。嗯、如果你打得狠的话，他又在急的话找别的劫财，他也有两个劫财。比如说这儿也有劫财，嗯，那么现在黑棋是走的这个断打的这个，嗯，他提，对，然后黑棋断一个找劫，对，那那个劫是没办法，是他劫，这个太大了，白棋回来，啊、是吧？白棋接上了，接上，嗯，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劫争，对，这是打劫了，那么黑棋再来追着不放。就攻你这个角，是吧？要求你在里面。哎，对对对对对，那他提这个劫。是的。提这个劫。嗯。这时候当然再找劫也可以。但再找劫回来，这个劫。哎，但是呢，本身白棋还有劫。对啊。扳呐，什么长啊等等劫，这个劫他干脆也没有什么。嗯。这个争这个也可以争，但是也没啥意义。他就觉得总早晚是要这样。嗯。长在这儿。藏在这个地方，然后白棋继续不依不饶的打上去了，所以我就想着这地方到底是因为如果搬粘活了不肯的，嗯，利用这个劫来求生存吧，这个是的，所以白棋本身劫也很多，把这个提了啊，他也不怕，他我说我就尝一个，哎、对对对对，你要粘上呢，我就二路搬，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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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说都可以，把这个劫，嗯，那走这儿之后，黑棋。得搬一个，搬在这儿里也是，这个紧着你的气，对，他提劫是吧？白棋提劫，把这个提了啊，然后黑棋在这儿找了个劫，打吃，打那个地方是接上，这个地方要小心，断的时候啊，你不能叫吃这个啊，叫吃这个被一路翻吃，哎，对对对，他是所以说这个棋、那个地方也要特别小心的，那个角上很微妙，因为这个是白棋掩杀，因为那个你一路那个地方没有演的，对，嗯，是的。现在黑棋该黑棋提劫是吧？对，黑棋提过来，提过来。嗯、然后白棋又在白棋是找的断本身劫，如果你要这儿双叫吃，他会拐这个，你提这个，他把这两个吃了，那也不便宜，不便宜，啊、哎，那不便宜。没什么所以你要叫这个我拐着，你提这个我吃那个、嗯、没啥意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断的找也找劫财，嗯。这个时候黑棋是跟着顺在这儿，打吃这个，嗯，你当然不能提，一提就追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么追一下，你逼迫你是粘在这儿，白棋粘住，粘这个，对，然后他来再打吃这个，那么黑棋是又提劫，白棋又提劫，黑棋打了一下在这儿，那是个本身劫，好劫啊，这个棋呢就完全一个。死活劫争，在这儿打劫，嗯，劫争。然后他打完了呢，就把这个劫给提回来。现在再提回来，对对对对，提回来。对。那么，但白棋也很从容，他本身劫特别多，他就这么断打两下。
对，再来一下，再来一下，你还得粘上，粘住，粘上，然后他又提，提结，对对对对。这个棋转一圈又是个这个结的问题啊，然后他是跑一下是吧？对，他就把这儿的劫财，好多本身劫，白棋有几打，白棋根本就不惧怕你这儿的劫多，然后他觉得无所谓，再提劫，他二爬了一下，哦，干脆就这个，对，来，因为你要是粘上他一个一路。二路搬下去，不是二路这一搬，受不了。如果你黑棋粘二路搬呢，这个棋和这个对杀，黑棋气不够。是的，气不够。是，因为你搬了，它有个扑。对，是吧？对，所以不能这个不被白棋搬。所以他跳回去了。对对对对，跳，那再提劫啊。对，提劫。哦，白棋就算了，白棋这个时候没有提劫。没有提劫了。对。哦，干脆这个时候就打过了啊，他觉得可以了，就直接就白棋就直接度过了，对，度过了。哦，大吃。这个地方那就他算妥协，就这个就告一段落。嗯，告一段落呢，那么就是白棋度过活了，黑棋得的便宜呢，也我觉得也有限。对啊，也算有限，因为黑棋就下了二路走了几个，然后拆回去了。他这儿得了点空。是啊，这块棋也不没好。这么就应该说白棋现在优势。对，应该说优势。白棋刚才这儿占的便宜实在是很大，确实他粘了一下。粘了一下，白棋就拐住了，这下这就吃的特干净在这儿。然后黑棋又粘上。黑棋粘上，他就退一个。小尖。这跑出来，这又对跑了。他靠一个。你这个地方长一个，那么的拆二是吧？对，这个时候白棋已经可以下的比较从了。对，现在他只要这个活了，然后下面这个对跑，大家这一块跟这一块对跑，那么他拐一个，拐这对跑了，然后跳，跳一个，对，他又扑了一下，扑一个啊，扑一个是吧？扑在这里，扑，对他提，白棋提掉，提掉，对，对，那搬一个是吧？对。这个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再扑一下？扑不着吗？他扑着，他觉得也没啥意义。那就算了。对，算了。搬吧。搬一个。这个按照常理来说，白棋也是应该扑一下，但他也没扑。他也没不用扑了，以后再扑了。这个都是小问题，他都干脆。很精细的地方。对，都不管了，不影响他死活。黑棋靠。对。搬一个。搬一个。啊，挖吃。挖吃。这个。打住。他提要粘上。对，粘上，因为这个几先手哈、对，扳住，对，对，下成这样，他希望你扳他长一路过去，正好，这个时候呢，白棋是没有，他是从这个，我觉得方向对，这个地方他因为护着这个，有可能这面成空，没错，也借力攻着黑棋，这边只要它是连通的就可以了，对，这个是本身是连的。非常厚实，死了对，啊、只要这块棋没什么危险，对，他完全没有必要从这儿搬。是，现在他是有这个，他小尖了，小尖，压一个，然后又走了这个，对对对，白棋顶了一个，如果你冲，他就加过去，对，反正他就保持自己联络就可以了，白棋啊，那么黑棋。震了一下，震他就小尖一个啊。哦，这个时候黑棋显然是觉得自己形势不大好，这个，所以他要拼一下打入。打入对，挺好，这个挺严厉的，在那个地方，搞乱。一般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要把对方搞乱，这形势混沌复杂，那是最好。对。自己形势好的时候，赶快要走得稳一点。嗯。那么。靠住。对。白棋。然后挖一个，这个挺好。如果你要上下面打。他要翻吃出来，对，他就翻吃出来，你皮他粘上，粘上，这个是黑棋希望的，黑棋希望走人，这样呢，你这个中间呢，你有个他让你来吃，他如果跑，不见得能吃得住，这个就乱了，这个是黑棋希望走成这样，这个时候呢，柯洁比较冷静啊，他是后来你挖的时候，他采用了一种弃子的方式。这个我觉得这个挺好，处理的很巧妙。他是顶一个，你打吃他粘上，你走，然后他断，对，这个时候你
你只能是那个掐只打，能是断的，打，就走别的不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另一个，这样的话，这是弃掉了，对，弃掉了。但是呢，他落个先手，嗯，他这个方式对对，的，尤其是在自己优势的时候，要把哎，局势这简个化形势不啊，错，这个对，要简化应一该这下，样，这样不要下下得太对，复杂对，啊，这个挺好，是，这尽挺量要好，控制局面，对对对对对，把优势牢牢的掌握住，白这棋很把重这要。个挤对，住他了，挤了一下，这先手是然后吧？再小尖，尖一个先手，然后把这把个这个夹补住了。了，哎，这个对的，这样大家走完先手，把这个干脆该补的补掉，然后呢，黑棋关键这个你也有负担呢，现在你这个棋，这块棋并没有哎，好没有好，你啊，嗯，还这个要注意这一块棋，是的，嗯，如果你能肯自己连一个，那我就很高兴了，把中对，间空护一护就可以了。他走了一下，走了一然下，后又跳了一个，冲一下，嗯，啊，虎一下啊，对，哎，再夹住他，夹住，挺好，嗯。哎，虎一个，他长一个，是吧？这个棋呢，他这儿也成空了。是顺啊，着攻成空了，总的话他就比控他就形势不错，要赢，对，哎，这白棋会赢，把控守守住就行了，哎，对因对为一对开对，始这吃的还是太大了，确哎，那实，个比控他会赢的，嗯，那么黑棋这个时候他他走，跳了一他个，跳的是在这吧？儿，他嗯，跳一是，好，然后白棋呢，它并一下，这个并一个也有鲜味儿，因为马上他就要就拐是出来了，要想弄先手，这个地对，方有拐出来嘛，就拐出来。对看对看对你怎对么对。硬，你硬不硬啊？在这儿，是，黑棋往里冲了一下，在这冲儿，一个，白棋扳住他。嗯，哦，他如果说现在断的话，白棋看你走哪边，可能你扳我就断了。他可能是有冲断，想冲断之类哦，那就是你扳的话，我还要退，然后再冲断他。的，啊，有可能，暂时冲断不成立，但是嗯，可以刺啊之类的，反正得想，可以对，想点办法，他在是这儿。还是想冲断，有可能，嗯，那黑这棋个。太薄了，看起来，哎，啊、这柯洁是想这么下，哦，然后黑棋先虎了一个，想对，压缩一下白棋的空吧，看看你怎么硬他，啊，对对对，嗯、哦，但白棋根本就不硬它，它冲断了，在这这个地方先一个混战，儿，混战 很混乱，比较混乱，嗯，那么直接走，你打我长，对。两边你的白棋反肯正定都是有白棋棋下，跑掉嗯，了啊、哦！这个这个地方段总是有子断。是，所以这个棋这个地方，黑棋也没有直接走了，它保留变化。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出来这两个字，他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啊，他这先跳了一跳个一个，啊、哦，对，在这儿，那然后白么棋在就这打打吃一个，打这个，了，啊、哦。这样的棋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话，嗯，它能吃通了之后啊。你这个地方这一块要注意危险，你要往家连呢，已经没有路了，这儿有个对，拐，要注意这一块，没错，连也辛苦，这个他就现想在办就法要先压了一个，先压一个，嗯，对，他下的也够拼的，他这压一个，他显然是要跟白棋这三个子要决斗了，现在。他压这个，把你这个三个子先断在外面，先点一个，对，是白吧？棋点一点个，了一下，嗯。然后黑棋又往里冲，这个在下这的儿，比较凶了，嗯，这个下的往里冲，可能普通是双一双。对啊，他肯连回如去，果双一双，他也那个差不多点了，粘上，他把在自己这尖儿回尖来，回来，这嗯，个棋呢，他也把你这个断进去了。对，一双，他一点一尖也断回去，所以他干脆就这个拼命的下法，然后白棋就点了一个。点一个，嗯，这嗯，点一个也不能脱先，这一段里面全进去了，这一这整个块。点也是在，他主要冲啊，主要想在这儿出棋。是嗯，是的，咱们看看这怎么出棋啊？黑棋是打吃了这个，这个地方下的比较乱。接上，嗯，再往里冲，嗯，他一冲这个，对，拐，拐一个，嗯，先顺着走。黑棋冲这个，他那粘必上，然只能这个，再对，冲过去，长。因为这个棋你粘的话被叫吃了。粘哪个？如果粘这个，哦，黑棋现在粘这粘个这个被啊，叫吃，对，那不行，你粘呢被被它冲冲过过去来，了，冲过是来的，了，这是两个子它。还可以不要，不，的，记嗯，着吃两个还没活，是吧？现在是必然是大杀了，他只能粘上，他叫吃。嗯，然后黑棋双了这个，双这个是打劫了，对呀、啊，现在形成打劫，他打现劫在了。已经连不上了，这。
如果说它粘这儿的话，白棋也可以把它断开，还可以一边打着结一边断。它粘这个也是个打结。对。也打结。哦。这就必然是打结了。是的。嗯。现在白棋先冲断它，白棋特还要先冲断，他先冲断它，等到你接上的时候，我再打结啊。这个其实黑棋已经很勉强了，这个时候。嗯。如果说他能这样冲过来吗？黑棋。现在冲他挡了。拐冲他挡住。哎，那不行了，这那气就不行，没有结了。所以黑棋靠了一个招结。靠一个结。一个劫财。七劫。嗯。白棋挡住。黑棋团一个收气，这因为我只本来就只差一气，然后再搬一个，这都是损劫，这是损的。然后白棋搬这个，白棋搬这个走了。对。这样就是说你在叫吃，像这个字没有、你在叫吃才行。对，黑棋得打吃。叫吃的提。他教师他提一个，他可以这样找劫，但是这个劫太损。就算找完，白棋这儿也有劫。哎，对对对，对，他就是把这个劫找了、也是这个黑不够了。对，是的。所以现在下成这样，嗯、黑棋不行了。对，黑棋认输了。这盘棋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就关键，关键。一下子柯洁就占上风了，柯洁在这一带就。对，这下完这个他已经形势好了，后来他顺利就最把这盘赢了，最后柯洁中盘获胜。没错啊，这个主将战的胜利还是非常重要。是、确实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柯洁发挥的比较好，可能连校这个地方忽略了这个急打也是非常致命的。对，如果说他看见的话，这个局势就不一样了。是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柯洁中盘战胜了连校，取得了这个主将战的胜利。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